Intelligent Safety 按键可以俾你调校车上面嘅 Driving Assistant 驾驶安全辅助系统嘅设定。按键灯号显示绿色，代表所有辅助系统功能已经启动。揿落按键就可以喺呢一个画面中选择设定 Individual， 自定各项警示功能嘅敏感度，或者系独立关闭个别功能。当关闭个别警示功能之后 ，Intelligent Safety 按键灯号就会由绿色转为橙色，代表只系开启部分功能。如果要将所有安全辅助系统嘅功能关上，只系需要长按 Intelligent Safety 按键大约三秒，直至按键上嘅灯号熄灭，代表所有相关辅助系统已经关闭。